搓澡第一天。搓澡一个月。好嘞，下一个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看见鹏鹏的新电影，这次搭档乔杉饰演搓澡工，这两位的配置真的很期待了，毕竟都是这么搞笑的人。而彭昱畅近期的剧本选的都超棒，也是吸引了不少女粉。近期发布了新预告花絮，小伙看完只想说乔杉是离不开洗浴场了。不过这回当的是老板，教鹏鹏如何搓澡，看来这些年是积攒了不少经验啊。干什么呢？耶，搓下来了。